讲钱他自己赚，我们看的是艺人金城武在今年是以3000万的身价接下了23G 的保养品的广告，在最近呢更是以上千万新台币接拍的这个是大陆的饮料广告，还特别飞到了泰国清迈去拍广告，他穿的是白色紧身背心。的最新广告作品躺在黄澄澄的麦田中，只是一大片金黄麦田景色就已经够迷人了，再加个万人迷金城武，简直让影迷看了口水直流。紧身背心配上白衬衫，金城武的胸肌就这么若隐若现。大陆广告商看上金城武的吸金功力，不惜千万价码请来金城武代言。为了营造麦田海中的磅礴气势，导演出动3台巨型电风扇，使劲儿往麦田里吹。捕捉麦田收割前最漂亮的景色，金城武一连在麦田中躺了2天才顺利完成这个作品。不过台湾的观众跟着广告无缘，因为只有在大陆才看得到。东森新闻台北综合报道。